你倒伫遐，你个头壳一定伫遐咧想东想西啊！你无想要想东想西，伊嘛家己会想，嘛啊想讲，我明仔载要创啥？啊，即件代志安怎？啊，就想讲，哇，啊，今个伫遐困袂去，啊，即摆几点啊？啊，搁爱安怎？卖讲咱就是心猿意马，咱即个意念就已经把它造出来，安尼你搁愈歹困，所以困袂去唯一的条件，你倒伫伊个眠床顶管。四肢放松，头脑放空，然后呢，你讲较有可能，我明明一个啊，尔就搞游出去啊。我你讲用你的呼吸，你数息五次睁眼，第一个字吸，你就第一个一，然后你再吐第二个字，哦，那个二，慢慢的安尼，你用迈进，因为咱即摆人会紧张，就是步调太。够紧张，啊！若叫你数，像咱咧念弥勒真经同款，啊，有阵时啊气过袂收着，咱若咧念经，若无一个人安尼哭哭哭安尼喘，我讲拢是咧开高铁，所以一定要有人甲救倒来，骨髓弥勒救呼吸，啊，慢慢慢慢，啊无骨髓弥勒救呼吸，弥勒下世不规定，啊，倒一种会当互咱心里平静，慢慢，是毋是慢慢啊？慢慢啊，安尼才会当让咱的心情平静啦吼。所以平常时啊，咱的习惯，这个是咱要安怎去改变咱的脚步。所以咧修道办的过程，你也拢足急躁的，足熬夜的，啥物拄着代志拢紧张、皮皮喘，也是拄着代志拢足急躁。其实我们话讲出来，你着急的时阵，你讲出来的话安怎，才会去伤着别人。我当下是无心的哦，我唔知道这部文讲传借啦。听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啊，讲出来无说，伊去必须着人要哪讲，迄个人若无爱甲你讲的，啊，伊若无爱甲你讲，伊会因为你这句话，我无爱来学的。恁遮的人拢做标语，拢无影讲听道理，拢收伫咱的迄个内在，拢无影你的言行。你常常拢要去共亲情，有当时啊，咱带一寡新的到亲来，吼、哦，新的到亲来，啊来，咱有当遮尔啊侪人啊，伊去听到一句啥物话，对伊来讲，咱拢唔知影，啊，不过后壁，伊若拢无爱出来的时阵，你若阁无去啊吼，你会感觉讲啊，这缘分还袂到啦，啊这还袂，伊着谈咱吼，谈咱个迄频率还袂接近，咱一定是安尼，无一定的，咱有当时啊对这种。新的新来，也是咱一寡较从囡仔嘛同款啊，囡仔来遮嘛是咧学习，但是咱浅显啦，太过多的指正，咱从迄个嘛随咱来讲啊，咱好诶，咱伫表面，咱会当咱伫大家面头前解安那，呵乐对不对？解赞叹，无好诶代志，咱解传来后壁，咱较解劝言，无人诶时阵，咱较甲讲，卖伫所有种人面头前解指正，你想？但咱虽然咱家己有可能有当时会讲唔对，咱也虽当面咱家己指正，你的感受是安怎？不好受啦，无一定会生气，无一定会回嘴，不过心内安怎无爽快。所以咱若拄到这啊，需要讲啊，咱着改浅浅慈悲哦。啊，咱若安怎较好？但是咱着是后面再跟他说，不要明着大庭广众。而且大家拢希望咱啊当场赞叹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那上好康啊，好康嘛，希望大家呼应，对吧？咱会感觉讲，哎，即摆咱功课啊，大家迄个互动做好，是不是？哎，咱讲起来迄个感觉就不错，是不是？对啦，所以讲台下的反应，就是咱台下顶的人。